我是公关列车的航台，2009年10月18号，苏宁站，苏宁站九零三分出发，就是278次，九海线，太阳花莲的，哦，这还有个，这讲哈，也天一零三的 T01014。278次就海鲜没有健康花脸的跳零三跳跳零四猴子，还有个字样哈，以及这台是泰国自由车网401B次就没有健康树林的跳001跳002泰国自由车网，两个字就那样，拜拜。